慢点，有树枝儿。那个，我想跟您反映个事儿。您跟国王这个异地分居，您倒是没有什么事儿，我快黄了。怎么，你有对象了？那不小公主吗？我俩是初恋。回去吧。回去？那王后，咱一块走吧。谁跟你回去啊？我在这儿过得好好的，我哪儿都不去。嫂子，那这个初恋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！那我跟公主就想把初恋进行到底。我俩现在考虑说什么，那个咱们怀孕呐、结婚呐什么的。那就按照你俩的意愿进行到底呗。那现在不是这么回事吗？那国王从小教导他妹妹说，告诉他说初恋不靠谱。但现在出现转机了，你出现了。你跟国王就是初恋，我们就想说能看到你俩将初恋进行到底。可你现在你跑，你又不回去，那就你跟公主一起回去呗。那现在不是那么回事吗？我就跟你说吧，嫂子，公主其实怀孕了，孩子他爹又被困在这儿了。你说现在怎么办？国王一急眼了，你说把公主再许配给别人，那孩子是我的媳妇嫁给别人，你说这玩意儿到时候是啥？哟，怀孕了还撩得那么快呢？哎呀，去哪儿了？我都想死你了。叫那个王后娘娘在这儿呢，王后在这儿。哎呀，嫂子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哥都想死你了。别叫嫂子啊，这个，就是让人误会。你说你这都怀孕了，你就不能那么跑那么快，小心动了胎气。什么怀孕了？你不是怀孕了吗？嫂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们俩都没结婚，怀什么孕？来，要说你怀孕就怀孕了呗。什么呀？这玩意儿怀孕又不是丢人的事儿，对不对？你怕什么？嫂子这不是外人，你干什么？哎，嫂子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是怀孕了。哎呀，疼！几个月了？几个月？几个月你就说呗，你问我干什么玩意儿？六个月了。哎呀，六个月，你这肚子这么瘪，这没有嫂子。那这么说，这宝宝在里边太小了吧？地球现在条件不好。营养跟不上。对。那有没有什么反应啊？恶心？不恶心啊。啊，恶心！哎呦，恶心死了都！我每天吐好几遍呢，嫂子。都，行了，别演了啊。怀孕是假的吧？啊？你哥逼你嫁给别人也是假的吧？骗谁呢？搁这你们俩，这个是真的，这真的没骗你。不过我哥呢，从小他在我这儿说话都没好使过，我从来不听，这个没事儿。你看，走吧，咱们换个地方好好聊聊。话说战国时期，周瑜和黄盖的意见不合，周瑜就把黄盖打的是卧床不起。望月想骗曹操上当，红孩儿呢把自己绑在树上，白虎精呢伪造自己的可怜身世。那是他们俩想吃唐僧肉。讲这种故事啊，都不是特别准确。我呢？我给你讲个故事。话说吕布抱着贾宝玉大腿说，悟空，你再不娶她，她今年就结婚了。这怎么听着那么乱呢？那这事儿不就是乱吗？放我们出去，王后娘娘你骗人。说什么玩意儿？别喊了啊，怀胎六月，腰围才18，小心动了胎气。嫂子，把我们放了吧。那个哥，你吃的小食品给我来点呗，我最喜欢吃那个了。小样的，还想骗我们回部落？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想回去都是个问题了。你这玩意这么难吃，还想要吗？
不是你当我们是唐僧吗？吃的搁哪儿？从小那骗人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跟人家骗吃的？来，尝尝什么味儿。你吃吧，都给你了，反正不好吃这个。你以后吃东西，你大口吃，大口吃。你想着点我。你这想着点，大口吃。嗯，太难吃了。但是你要邀我要二十肉，怎么还吃呢？早来，我才一十一。妈，你这天干的。